两分嘛，两分。失望。好。要喝水啊！太棒了。好，好了，那虽然我们这个 delay 式的讲评现在开始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那个 Wesley， 哎，千里迢迢的从台北跑来高雄，担任我们的讲评呐。啊，真是今天声音比较磁性、啊。哎呀，因为昨天去看烟楼嘛，都抽烟是不是？哇，你身体上有点碰撞啊，相当谨慎呢、欸。这个就是三四名的抢三四名的比赛啊。对，三四名的比赛。过去对战，哇哦，球弹出来！上一次对战你记得打到五盘嘛？嗯，上一次是也是选拔，对，然后好像是俊南教练拿下来了，落后后来2-0变3-2，所以是有可能蛮接近的。哇，相当强势的取分啊！裁判要示意一下，应该这个 pick up 是已经对了，已经判定得分了。对，这次的比赛俊男都是五局杀手，他打了都是五局之后他都可以拿下来，要打到第五局啊，很多场都拿了五局。哇，这有这个是他的拍头，对，没有进，他拍没进吗？没有进。傅俊清他那个拍头戳到侧墙了啦，哎呀，乱流，连两球乱流。其实刚刚两边都节奏有点快起来了，想砍啊，什么想砍？啊、，Nick。对，上一次俊男拿下那个胜利，这次傅俊清选手说他要血耻。对，不知道是不是刷刷嘴皮子，还是还是要好好打才有啊！真的，毕竟都也没有说在体力或是说速度有哪边有绝对优势，其实。嗯。哦。哎，我相信体力上是一定有相当的优势了，俊男选手。哦，你是说OK 好，这样讲好像是。对。上次就是第五局，对，已经没力了。真的，我觉得裁判给 net， 我觉得这个 rally 要是一拉长，对我们傅俊清选手应该是比较不利。一个20岁的哈，是一个40岁的，奇怪，怎么颠倒了、欸？哎，哇！已经判定已经2次，嗯。为什么大象不打？哦，这样可以攻击啊，这样比较好打。哇，哎，多打一些这种。刚刚连续两球的 quality 都很好。对啊，都很深，把对手压在后面一点，再找个机会攻击。啊，这个就相反的。是给 yes 来还是什么？给 yes 来 ，yes 来，好，所以是 no lay 吗 ？no lay no lay no lay。哎，他们现在是算是两个裁判一起共同评分吗？还是一个算是记录？刚刚看起来是两个都有判，不是只是 marker 而已。哇，没有 pick up 到。不过我其实蛮同意那个 no lay 的判决，因为其实那个球蛮贴的。那你如果只是那边比一下，也没有做出 make effort 这样子。对啊，这样子如果就给 lay 是太 good、嗯。球应该是好的啦。对，球应该是好的。哦。这边没有注意到比数，现在我现在觉得感觉现在应该是后半段，很贴，花了几个错，劫棋，继续，傅俊清他前面
给他在前场这样截哦。哦，他给靠这种哈、哦，这个截击会让人家受迫感很重很重，而且是四个角落跑、哦，对，发球失误。可惜前面几个 rally 都是掌握踢点很好的，结果就自己在，只好对啊，对，自己自己搞笑，只好自己再想办法弄回来。已经爆了爆了。但是我觉得这几次的判决明快度会让选手在里面打起球来会心情上受影响哦，我觉得。那我觉得对啊，但是其实不太要去再不应该去太拘泥这个，因为改判的几率都很低，是、啊、是，也没有 video review， 对对啊，说压线就压线，对。我想放血，靠背。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第二局比赛开始。第二局啊，刚刚傅君君很快先拿了一局。对，好、哦，好，哎，个 cross court 过了对手。嗯，很低很快。那个，哎，球是很贴啊。好球。裁判给 stroke， 对，裁判给了 stroke， 是闪不开。Yes， 对，嗯，也是1-2，比数是1-2，嗯啊。俊男好像现在想要打比较省力耶，不会是没力耶，应该的。我其实不确定，我觉得是out没错，但是我觉得那个判决来的速度会让选手在里面受到情绪上的波动，说慢了一点。对对对，然后这个是我刚才讲，就是第一局其实后面也是有几个判决，他就会让选手在里面有一点情绪上会有波动。对，因为第一时间没有，对，准备好下一球，然后好像哎、欸，好像又对。可是这没办法，即使职业比赛有一些 decision， 他甚至要等 video review， 甚至要等编审的那个一起来，然后主审再 merge。是。没问题。啊，这球 set up 完全被看穿。截击哈。对。可惜一球短了，变成啊、哦。对。开始变成挨打。哎。这个 rally 的前面七成都在攻击，对，短一球就变成掉分。哦，好球哦！啊，也是 let's 的 ，yes 嘞，哇，的确是有在路径上。对，这一球的 rally。俊男也是老经验，因为对啊，那个情况下的确他不会占什么便宜啊，对，从来不错。对，哇，相当贴啊！这球真的有被加农炮瞄到的感觉。还是要对啊，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傅俊清是左手的球员，你在这边还是有差别，你放左边跟右边的被攻击的情况。是不太一样，像这个，跟他正拍边的，哎呀，可惜，说着来一个失误，而且傅君清他的正手的那个球速很快，就是有，因为有他就是那种推又压得很低，所以你会觉得受迫很大，因为他好像没有飘起来，但是就是冲到很后面，对，因为他的那个 follow through 往前做很好，那一般你如果反手的话，可能会有差一点点。对。哦，已经两次，对。
6-4 嘛，比分来到了6-4嘛。哎，结果魏军选手想要切很大一次，没有听到咔哧，然后球没有出去。魏军选手现在变5-6了，有了几个拉锯，比较廉价的失误。哦，脚有跟到。这个看这个 make decision， 他认为他已经挥拍了，认为是一个完整的挥拍就 6-0 对，所以如果不挥拍是可以给 stroke， 要 stroke 嘛，对，但是看起来好像真的已经要挥了，对。哇！而且是有一点点 top spin 的，对，把那个球拨进去哈。对，这球真的很小，然后费玉清的手脚都很长，真的很长。对，因为俊男那一球他其实 quality 很好了，已经很低了。对。就是比较后面的分数啊，太低了。比较后面的分数的，而且 Rally 他们会用。比较用力的去打，不给对手太多截击的机会。是，像现在七分的时候，俊男也是会这样。看来都是。It's good. Get it. 嗯。三个就是你要打满天。这是这球给最消耗体力的时候的时候，哇，手丢的都没那么准啊！哇，哎呀！啊！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可以打后面嘛，对对对，反正人都那么前面呢，对手都那么前面。好，这还是要。看到那个 make the effort 的那个跑动，要不然那个球赛会打不完哦，对不对？我有看，如果裁判他的判决标准是一致，就是这样，就是你这样就可以拿到 let's 的话，其实大家也自动就不会去拼命追求。对，刚刚有一点那个交通上的问题啊，我觉得有 interference 啊，但是对，就有那个干扰。足够的干扰才可以构成那真是，但这样是不是看成有点像是被选手控制节奏，就是撞到，然后想一想，想一想啊，我还是先休息一下好了。然后，但是好像都在那个合法的范围内，这样子，好像也就该停下来，大家传一下。比较现在比较新的方式，像 PSA 现在规定，就是我们看到那种球，他可能给 no lay 的，对，你没有拼了命要去救球的话，裁判觉得哦，我为什么知道你会被打得到？对，好，前一个秒钟左右，不知道有没有慢 no lay 啊？对，我觉得这球 no lay 应该是。俊男的脚步跟举拍都没有到位，可是裁判好像给累了。嗯 ，no lay， 好球，哇，很低，哎，相当漂亮，相当漂亮。Gamble 了吗 ？Gamble 了，哇 ，Gamble， 对，好像是10-9啊，这一样。
你看，裁判裁判，但是标准是一致的，对对对，标准是一致的，那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便宜啊。我现在还蛮想把麦克风转到裁判那边去看收音收不收到，他们怎么样解释这个状况？因为我们现在在后面听不太清楚他们现在讨论的内容。这个比较像是在想要休息一下的这样，因为无论如何这球不可能给你 stroke 嘛。但是总是想说，哎、欸，这个要讲的言之有物的时候，总是考验一点功力啊。说真的。这个是有考验一点功力。啊！我，哎，还没有，还没 game 啊！啊，还没 game 啊，还没 game。Ten-o，所以刚刚是 nine-ten，哇！所以现在是，哦，这个有起来。这个，哇！哇塞了！哇！全场溜冰，全场跑啊！哇 ！Big point， 就这样。真的 ，10-10，变 game ball。哇！好，高起来了。哇！Crazy 哦！真的是 Big Point， 没有要退让的。哎呀 ，Chip Shot！不知道前面到底在拼什么劲，一下那么神，然后一下就打这么神，搞不清我前面到底在拼什么劲呢？哦，哇！哇塞，哇塞，哎呦，还好不够深，都还有机会。哎，后面那个弹跳有点对。哎，刚刚我们听那个选手有在说，那个就是这个球场它的地板算是比较滑一点，所以基本上如果比较多的那个第一块有没有球也会跑吗？对，会飘会飘。现在是，哎呀啊，这个好好处啊，当。13-12，gamble。Gamble， 13-12。嗯，那您的英文真好啊，我听不太懂。哎呀，哎，啊 ，stroke，这躲不掉，对。这个突然刚刚傅俊卿一个转头，让我看到了《王子复仇记》的影像。太嘛，第三局对，局数2-0，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要为我们那个。同是40俱乐部的人，提早加油一下。对，40俱乐部的。那现在这个哦，一看就加压了。对，不管怎么样，我们对这位40俱乐部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啊。哇，好，这个，哎，这球我觉得应该是只是累了，不会给 stroke。对。对，甚至可以给 Nolan。对，高度有球有高度够高，然后也有一个深度。对，对。
我觉得也有可能，刚刚那个球点那个最难判断，球到后面它更难处理了。在team上面的，对，现在是巨男压力现在大一点了，对，好球、哦，好球，哎、哦欸，相当漂亮，这一球的截击相当果决啊，他这个手长脚长，这种掌握踢点就难打了，对啊，还是要得先把它穿过去。要来要来了，对，好，有机会，哇，这样子还有，只是，哇，哎呀，哇，这球打比刚刚更好，我觉得，对，人都在踢点，都没有，都掌握得很好，他被拉开了，还是把他救回来，对，这样子就难打了、啊，哦，这角度不错，对，特别把角度打大一点，就是怕截击啊，让他不能截，不能截就赢一半。对，因为傅俊勋真的截击是很恐怖的，啊，这个 match， 傅俊勋的 set up 还蛮漂亮的，都有让俊男。彻底的跑通道，他那个 boss 的这样子切啊，其实是会变得在很前面很浅的地方了。对，搞起来，然后 cross 赛，九刀，哇，被看到，受迫！哎呀呀呀呀呀！有一点点又自己乱掉、哦。对对对，也不是自己乱掉，就是有长，反正就会有一些选择在想要，好像想要去拼给对手死，但是又没有打好。哎，五比二。哦、oh,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二十俱乐部傅俊勋选手开始一直在摸着膝盖，在喘气喽。二十俱乐部会先开始累吗？对对对对，二十俱乐部会开始。哦，之前剧情也是这样。对。啊，这球应该最少有个累吧？我觉得。对啊。最少会。因为他是在等，他是在等，没有错。对，他的位置是对的，那只是球的 quality 还算是很小，好像现在是说是 no lay 吗？他是不是就说要这要给制胜球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最少会有一个 lay 啊，结果他是给个 no lay， 哇，这个对我们四十俱乐部很伤哎，我们需要这种球安慰一下心灵的。好了，没关系，机会来了。哇！哇，这个真的，你这个相当漂亮。哇 7-2，现在比分是？对，7-2。嗯？啊？他在说哪一？我是没看到。这个要一个 video review 吗？其实我已经看不太懂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球的大脑。我觉得是好球，对，我觉得 boys 哥。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情上绝对有受到影响，有，对，8-2了嘛，会，心情上是绝对有受到影响，哎。长大了，对，
啊。好，比分第三局11-2，比分11-2结束。我为我们四十俱乐部的去给他一个拥抱，谢谢大家。